怎么这么纠结这一局？我不信，我还进化狼人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们研究研究，是不是这两天我用萨满赢的胜率有点高了，暴雪暗调了这个概率啊。我去改改那个说明，别慌，等我。把它涂掉。萨满当时是有一张起球牌，是能动脸出个二杠一的，那个是一个冻结，能动脸能动怪。那个时候你们打过吧？就是那个牌是能动脸的，萨满只有那一个牌，就作为一张法术能动脸的。狂野还有一张一费的动脸，叫什么冰霜震击啊，还是叫什么的，我忘了。萨满就这两张牌能动脸，我觉得这个冻结挺珍贵的，我不扔。腾掉一点牌，下回合这个不能助能，我把这个鱼先去过了，手牌有点臃肿，过点牌挺好的。一费那叫冰霜震击，是一费打一那个牌能动脸，然后后来起球牌一费能动脸，然后萨满就再也没有出过法术能动脸的牌了。你过你的牌，我过我的牌。他不是过牌，他是找奥秘。大，这个很大。法师，意义。我怎么现在看到法师的奥秘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意义。那么他砍这一刀是干嘛？他要砍五刀给我过了，我现在很慌，先打一个冷风测一下是不是法反。不是，那大概率是一个意义了。我想想看，我让他反什么呢？反这个爪吧。不是，又有暗中嘲讽。爆炸，那我赚了呀。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什么叫暗中嘲讽。但是我七费想下巨型呀，我先把巨型下了，然后我暗中嘲讽这个巨型，对面就走了。这个贼不会就这个怪一直解不掉了吧？我考虑考虑给他带进构筑啊。哎，有点弱，这种怪啊，就是你六费打一个三杠六真是蠢，但是你进化出来真的强。对面有怪，搞笑，这什么鬼操作。如果淤泥回归标准，这个牌我觉得也进不了构筑的。现在五费打一个五三五，然后王宇是个一杠二，你觉得强吗？不强。你想一下，哎呦，李大爷吧。滚，损子。你打消失，你确定？
样的大。还有个四号二，四号二是一定的，别的不知道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，有。我还吃，来个二一四，哎，素质有点差，继续吃，不留给大地吗？你们这些人眼里就只有吃，素质呢？来个二一四，哎，素质太差了，真的，来个二一四。他要打那个五费的，里面有张呼啦的。问题是他还有怪吗，朋友？台斯不杰斯，名字都说错了。这里开五呢，下路可打不了大地，不过也没啥关系。这个怪呢，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的，防他拿回去，那个挺烦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是个找对吧？哦，大地没了，无所谓。我没鱼了吧，应该先把这些牌都出了，反正一费的灵活。哦，我居然还有啊，真的。你想过牌吗？你问候我一下，我给你过。三二一，机会只有一次。二十一，二十二，他很想过牌，他觉得没有大地了，他会撞掉，顺便还能过个牌。对面就是这么想的，你看，不撞吗？没打死，发挥的这么好，你还怪全解了啊？哼，What？ 差一怎么办？那等呀，怎么办呢？我能怎么办呢？那你打死的概率有多高？对不对？人没呀，没逼呀。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厉害。放心，不要慌。我有一把刀，这个就很关键。不能砍。我们一起推翻旧日的主宰。意义。除了武魔，自然不等人。除了武魔。我又去过滤两张牌，
下回合这抽布鲁坎的概率会特别的高，对吧？下回合我先开一下这个，我感觉不会是个病假吧。朋友，他可能是个兵甲，想想啊，砍吗？只有两个奥秘了，一个是复制，一个是冰甲。我觉得冰甲都砍，砍到七血。下回合如果我是布鲁卡的话，我也能叫啥？不砍了，我有布鲁卡能叫啥？我这把刀三代啊，对不对？砍啊，过牌啊，这还没有布鲁卡。小萨展，真的吗？哎，我还有老师嘛，我老师里面能有伤害的，砍砍。给张伤害，我怎么有一种我布鲁凯要爆了的感觉？为什么我有一种我布鲁凯要爆了的感觉？朋友别啊，稳住啊，朋友，别说话，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布鲁凯要爆了。你有吃吗？你给我弄掉一张牌，真的朋友。对面有伤害，真的吗？喂，太恐怖了。想一想啊，我得稳一点，有点不太敢打了。这个是一个进化，这回合我弹不掉牌，我去过三张，因为我没有牌，所以先换一张看一看吧。你有什么呀？三四五不够，拿巨型呗。怎么这么纠结这一局？还可以，不要慌，我输几局，你凭什么就认为人家一直在赢，对不对？这我输几局，那也不一定一直在赢的呀，你们这老觉得人家在赢，这不对吧？是不是？没有退化吗，朋友？
退化。压场面，不打这个贼没有办法。你看我这个手牌也没有什么机会，那只能跟对面抢场面了。挂刀了。我觉得这个一出就挺稳的了，对吧？这是吧？钻石全是古夫，古夫不是马法里奥，是古夫。我出吧，等不到狼人了。你看我多少局，我的分数从古夫输了我多少分，朋友们，讲道理啊，古夫都快让我倾家荡产了好吧。这个来的晚一点了也行吧，大瞎子的牌。请问这是爸爸萨的直播间吗？开玩笑，我马上就要晋升为爷爷萨了，请对我尊重一点。我如果到一字头我就能宣布了，前面到了个两字头又输回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忍着，等我打回去我就能宣布。不上不去玩古夫娱乐是这样子的，就这个东西吧，漂亮，就得看你玩炉石玩多久了。来，可以的。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直播间有很多是回归玩家，或者说有很多是玩了没有很久的玩家，他们还想上传说的，这个我也能理解的。我刚玩的时候我也很想上传说，因为我觉得上传说那个闪那个金，哇，就感觉就不一样，很开心。就是但是现在我打多了以后也就那样了，对吧？这个得看的，如果他玩的没有很久的话是很想上传说，这个很正常的呀。所以就给他推荐能上分的牌啊，不要给他推荐什么花里胡哨的这种古夫，别，真的，信我。
啊，漂亮！下一个第五期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一般的玩家，他每天可能除了工作呀、学习啊之外，能玩游戏的时间不多的，还是想体验一下能上分的快乐，这个很正常的呀。没啦，右手第一张狗吧，这个我想留来打脸。